魅力的漂亮女老师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主题是蛮能够让人家有遐想的。有遐想，你想到哪一边啊？我想要代借，没有啊？我想要金城武当我的体育老师。刘德华当什么？国文？国文吗？我希望曹伟是。曹伟是你叫的。我希望小线线是我的建教老师。嗯啊，建教健康教育，因为他教了我们好多黄色的东西。对啊，如果像张玉华教什么最开心？体育啊，游泳啊，啊，冲浪那么厉害。是啊，雅妍呢？雅妍当什么老师？我看他护理老师，你应该当导师，太温柔娴熟的感觉。大家外形是护理，然后内心是体育老师。我觉得对啊，体育老师还不赖啊。我当体育很难想象哎，那个学生音乐老师好了，音乐哎，啊对的，昆达想当什么老师？比如体育老师吧，护理老师。哎，对嘛，南丁格尔当然他护理老师的，对不对？老师有一种很有幽默感，让大家很喜欢；有一种女老师，她超有魅力，而且她还是漂亮的哦。今天就来了五位，赶快来看看我们超漂亮的女老师的这个人，传奇。中国人尊称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意思便是最伟大的老师。但是你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吗？韩愈《诗说》中曾经提到圣人无常师，孔子自己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是他自己的老师哦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而男性最希望谁当自己的老师呢？根据调查显示，第三名是内外俱佳的大美人萧蔷，第二名是拥有甜美笑容的名主播侯佩岑，而第一名则是每位男性的梦中情人超级名模林志玲。他们的美丽配上老师的知性气质，对男性来说简直是魅力无法挡。今天我猜请来五位漂亮女老师，请各位猜猜看，谁在线下授业解惑专业形象后，还是一位火辣的 show girl 呢？欢迎第一位，好想看啊，来自我们高中的什么老师，给你们猜一下，欢迎郭玉静老师。你好漂亮，郭玉静，158/47，哎呀好可爱，真的还假的，是老师、好可爱耶。她的美连学生家长也爱，家长假借来学校看学生，其实是来看老师的。家长会来柜台缴学费，然后如果是爸爸的话，就是哎，老师你好，你好。而且你知道那个家长的那个爸爸，他的手，他就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照顾我们儿子啊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没有，他是好，不要教太晚啊，这好像宪哥的举动哦。我就在学他，是不是很多这样？演一下，安雅林演老师，宪哥。不用，这种大家用想象。快点嘛，我们好想知道是怎么样，快点嘛，快点。老师，你必要的时候可以扑上去，没有关系。我这孩子啊，老师啊，你好。孩子，这个月啊，他成绩显著的进步，谢谢你啊，这是补习费，再见啊。郭玉静老师，你好漂亮。郭玉静，182/47，哎呀，好可爱。真的还假的？是老师。好可爱耶，小公主型的。猜一下。好，来先走台步，扛什么不能？没有对，哎呦，还穿。郭玉静她的绰号是 Rose， 为什么叫 Rose 呢？哎呦啊，好可爱哦，天哪！啊，老师好啊。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老师没有没有，眨巴眼，才22岁，好夸张，22岁都可以搞师生恋，好可爱哟！你教的是高中啊？对，我教高中。各位，你们猜猜看，他教什么科系？是教英语啊？英语，我觉得他有点混血。雅言，历史还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是什么英文国文老师？英文国文还是什么？会计，会计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告诉我们大家，你教的是？我教美术。美术，对，天哪，你是师大的吗？还是哪一个学校？对，我是彰化师大。啊，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？对，那你现在在哪一个高中教？高雄女中。哎，没有尖叫。高雄女的，不是，你要等一下他们才会尖叫。这里有，哎，新庄高中。高雄，来自高雄的新中，很开心。可是我觉得还好，你是在女中哎。如果你是有男生的学校，你一定得了。对，怎么办？都会搞师生恋了。本身有男朋友吗？本身现在就是
我觉得谈恋爱很辛苦，所以一定是经历过一些对创伤哈。嗯，没关系，现在就多约会，跟我一样。对，不过等一下，你跟我跟你一样喜欢林红啊，王力宏啊，是真的。为什么要做那种哎？可惜他是我男朋友了。有人就在你身边，你可以爱那种那么遥远在美国的。好了，眼前有一个曹伟嘉德华。郭玉君小姐，俗语说得好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而亲还在。喂，还有别动了。哎，是是。然后听说啊，有同学设下陷阱，要帮你跟男老师配对。嗯，对。他们怎么样设陷阱？在前面挖了一个洞，然后他们再把它铺成假装没挖的样子。你在抓山猪啊？那个时候是我们在真的很漂亮啊，教务处实习，就是实习啦。我在教务处，然后那个那天刚好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留守。哦呦。对，然后突然就学生就跑过来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们班出事了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我就很紧张。哎呀，你也像变态。然后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们班脚就是有同学脚断了。”啊。然后我就说：“赶快送保健室啊！”他就说：“不行啊，老师，你先过来搬他。”然后我就赶快跑过去，我很紧张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教务处就一个人，所以我也不太敢走。可是他就硬把我拉走了。哦。然后当时啊，就是我到那间教室，我就发现室友蹊跷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复杂的故事，就是窗帘，然后门都就是生锁，而且还有烛光在里头，是不是？还有两份晚餐，不是不是。然后那个时候就一开门，全班就尖叫，然后就大喊老师老师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可是他们就把我推进去，然后那时候就一个老师，就是一个男老师，帅不帅？他条件好不好？赶快告诉我他帅不帅？你笑哎呦，对对对，他条件好吗？不是帮你介绍，学生会喜欢。喜欢的型，对哦，那老师是不是也喜欢你？老师不喜欢。这个我不清楚，对，不过他们就是很喜欢玩配对的游戏，这样好可爱的学生哦。你喜欢哪一型的？目前来讲，就王力宏啊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深情的眸子看着我说王力宏，好吧？不是，那第二喜欢的，第二喜欢的。周杰伦 ，OK OK， 老师好年轻哦。有没有排在顺位第三位的？那你愿意跟我唱一首歌，我就喜欢你。那还用说吗？你想唱哪一首啊？屋顶吗？哦，可以，好啊，好啊。林俊杰唱的嘛。啊，对对对。风到这里就是。来来来 ，One Two Three Go。屋顶唱，老师啊，副歌给他唱一下。你要先的哈。哇，我好有感觉，突然间。在屋顶的歌，让星星点缀沉醉浪漫的夜晚。声音很好哎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还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还开始纠结，梦有你很美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什么可不可以？真的很漂亮哎！感觉啊，感觉他感觉很好，你感觉就不怎么样。喂，礼貌就是。但是他交那个交男友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能是老师。Why？Why？不能是老师，怎么会这样？也不是说设限的这么严重啊，只是我认为，就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圈子了嘛，我希望就是多认识各行各业，然后比较有兴趣。就是有各种兴趣的人，不要就是永远都是在谈教职方面的事情。啊，了解了解。但其实他老师你也老师，一起放寒假，一起放暑假。暑假？对呀、啊。好丢脸哦你！好啊，一起放暑假。这是鼠来宝，你难道听不懂吗？新年假期快来了，快来了！故意的还是谁？当然是故意的，有什么不故意？都是已经一起放暑假，这个有什么？对啊，暑假不错，对，就是有大家都很开心嘛，大家都放寒假的嘛。鼠来宝，对，没事啦。听说妈妈呢，知道她要来上，我猜还想从高雄包游览车上来加油啊。包了吗？好厉害。哦，来哦，来哦，金牛团来哦，哎，车爱放流浪，嘛爱休困哦，来来来来来哦，来哦。
好，来来，三派出过来。哎，贝贝今天不能表演啊。今天很帅，为什么不要表演？对，今天有喜欢的女生。嗯，很开心能跟你碰面。对，第一次见面。啊，你好，小心啊，怎么感觉羊入虎口啊？被骗呐！第一次见面的感觉，你好。鬼啊！鳄鱼、恐龙，哎呀，杀虫剂，哎呀，哆啦 A 梦啊，鬼鬼啊鬼！哆啦 A 梦是你好不好？你应该不会喜欢身材是五五分比的吧？然后有才华有想法就好。我的孩子，他的想法都是 A 的耶。对，他会跟你想各种姿势。我的孩子应该受到更好的教育。真的好漂亮的老师哦。不是啊，你跑那么远干嘛啦？来来来来，玉华有没有问题想问？好了好了，不关你事啦，来。我要给他教到好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他好漂亮。好漂亮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但是今天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猜出这五位老师当中有一位呢，他还身兼 show girl。show girl 哦，就是非常可以说是很时髦的一位老师。要讲清楚，是 show girl 哦，不是 shower girl 哦。是 show girl， shower girl 是你请的，好不好？ S N O W show。来来来，那个怎么哎什么？那个是因为还是学生的，对对对。可是我是高中。好了，那个就老师会赞成师生恋吗？师生恋，我吓一跳，老师会师生。如果说他已经从这个学校毕业了，比如说他是大学生的话，是就他已经是社会人士。对，年纪不能差太多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身材小你那个五岁，那还得了？对，因为这样子会管理上面有问题。管理有问题啊？对，就是校长会。你教男朋友，你是在养牛养羊啊？校长他这样不好管理啊！我要派牧羊犬去把他叼回来，太小了嘛，这个小弟弟太小了。最难教的是他。我很好教，好不好？屁啦！我们希望这个老师啊，能够这个啊，很厉害。来来，我们前面。你这什么 ending？ 希望这个老师哎，可以这个很厉害。人家漂亮到有一种艳光四射。我们你看他已经摆了两三个了，好漂亮啊！谢谢郭玉静老师。不得了哎，今天上完节目，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来信了。对呀，想要去申请他们的学校。欢迎第二位张馨怡老师。欢迎张馨怡，24岁，160。生物老师也教性知识，还有说上课会谈到避孕，学生会故意起哄，还一直不断问各种性爱知识的问题。为什么知识是 knowledge 还是知识 ？knowledge 性爱知识 knowledge 啊，所以不是。因为高一的基础生物有一章讲到人口问题，那现在全世界人口不是都过多吗？对，所以就会谈到避孕。我觉得这很棒。你会说溜的嘴吗？说溜什么？比如说，哎呀，同学啊，这你们的像老师哈，我本身就是张馨怡老师。欢迎张馨怡，24岁，169公分，40。哇，辣！哎呀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老师啊？好娴熟的老师，好漂亮啊！请到前面来。好美哦！哎呦，直接走个台步啊！老师穿透明的，张馨怡。老师的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完全改观。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，台下的男学生对他猛吹口哨哦。哎呦，厉害了，厉害！好漂亮哎，根本是本多露露嘛。而且他嘴巴上面有一颗很性感的痣，对啊，像露露呢。哎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好艳哦你。真的啊。嗯，大家好。啊，好心也好听啊。身高多少？169。169。啊，比宪哥还高5公分哦。我170啊，你看我们俩站着，而且我穿平底鞋，穿厚底鞋，我有穿高跟鞋啊，对不起，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跟他道歉，下次不要这样啊，乖啊，以后不乖打屁股啊，然后老师是在高中补习班的班导师，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？这个书念得下去吗？什么学校毕业？我们一次问三四个问题啊，人家快疯掉了，一次问三个，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？先说，那你什么学校毕业的？脏话时间，现在在念，对，我回学校念书。那么第一次带班，台下男同学猛吹口哨，他们是企图用全班的口哨把裙子吹起来吗？对不起。因为我第一次带班，然后是带附中班，然后附中的学生本身就比较活泼。你会骂我吗？我很乖的。学生都叫她仙女老师啊，
家长误认他是儿子的女友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要打电话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里去关心他的功课。朋友多小？小朋友高中啊。哦，对不起，那蛮大只哦。没有，可是叫习惯，就是都叫学生，然后打去，然后他爸爸就对着他儿子大叫说：“哎，你女朋友打电话给你。”然后我就在电话另外一边冒汗。然后就你的学员一接起来就说：“喂，宝贝啊，你爸爸是他女朋友。”没有，他一接起来就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是你。”因为他们都很习惯我的声音比较嗲一点。对方家长也同意你们交往这样？没有，你女朋友打电话给你，不给宝宝，哎，贝贝，宝贝，家长假借来学校看学生，其实是来看老师的。而且你知道那个家长的那个爸爸，他的手，他就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照顾我们儿子啊，谢谢你辛苦了。没有，他是好，不要教太晚啊，这样好像宪哥的举动哦。我就在学他，是不是很多这样？我总不能拿他的演一下吧？家长会来柜台缴学费，然后如果是爸爸的话，就是哎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然后还抱啊。演一下，演一下，阿雅妮演老师，宪哥。不用不用，这种大家用想象。快点嘛，我们好想知道是怎么样。快点嘛！快点快点！老师，你必要的时候可以扑上去，没有关系。这孩子啊，这哎，老师啊，你好。孩子，这个月啊，他成绩显著的进步，谢谢你啊，这是补习费，再见啊。喂，夺门，跑来夺门而出，神奇，很厉害了。哎，你平常带一般什么？你就是穿这样吗？嗯，那 OK 啊，头发也是弄这样。那他有一个罩门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个罩门在哪里？是什么？各位，哈哈哈哈，他们认识妈祖，哈哈哈哈，什么东西？因为他有招风耳啊！真的吗？看一下，遮起来了，哎，可爱，很可爱啊，啊，很可爱啊，真的又来了一个米老鼠，而且你看他有多娇嗔，他一边弄还这样，也没有男朋友啊，干嘛笑成这样？就有啊，有男朋友很好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是用表情回答的。已经24岁的，该不会是学生吧？该不会是三个孩子的妈吧？该不会是女的吧？没有，我们三个孩子的爸。啊啊哦，好劲爆哦！这有没有真的还假的啊？假的啦！啊，他脸都红了。好，宪哥，这老师，我觉得你像在剔牙。哎，你们这人真的太恶心了，怎么会出现这几个？太恶心！你看你学什么玩意儿啊你？来来来，谢谢，摆一个最漂亮的 pose。一二三，张欣，好有女人味哦！谢谢。好好好，哎，几位。有什么问题想问就要问了，好吧？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吧？第三一位，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他教的还很特别呢。欢迎小薇老师。欢迎小薇，小薇26岁，155公分，45公斤。哎，小薇，教的小可爱，名字叫做小薇，小薇老师走开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天哪，小薇很厉害哟，而且她在国中的时候，学生就跟她提出要交往的要求啊。但她厉害是她在教学方面有非常的，而且她教的东西也很厉害。我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她教的东西我考得很烂，超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小薇老师，你教哪一个科目？你猜？应该是生物吧。最愚蠢的处罚方式，曾经用自己的手心打学生的手心，因为自己痛啊，所以打在儿身上，痛在娘心。你干嘛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？没有，因为那是临时就看到学生在往楼下吐口水，然后他们吐的对象刚好是他们以前一直就很排挤的一个学生，然后刚刚讲过很多次了，然后就看不下去，然后刚好要午休，就把他们请到前面来。要谁说推下去？太狠了吧！我想听你凶学生的，譬如说，上课钟响了，赶快回教室，还不赶快回去做？对对对，这两个，这两个，来一遍，起！哎呀，反贼啊！干嘛？叫你们演学生，有叫你们演怡红院吗？啊？我跟你讲，学生差不多是这样啊。放得很开的学生，是不是可以完成这样？放得很开啊！哎，那你赶紧开他！这不行的，你那是吴经理，好不好？预备 ，Action！ 你唱隔壁的人家叫他去的，老师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偶像，那都现在要买，你要买，你到底要买
我还蛮想听他们在讲什么。真的吗？好好。到底老师要不要来？可以上课了吗？我都会等他们自己讲完呢。讲完，然后我就站在台上，然后一直不讲话，其实就会慢慢安静下来。好了好了，他还有说上课会谈到避孕，学生会故意起哄，还一直不断问各种性爱知识的问题。为什么知识是 knowledge 还是知识 ？knowledge 性爱的知识 ，knowledge 知识啊 ，knowledge I see 不是猪。因为高一的基础生物有一章讲到人口问题，那现在全世界人口不是都过多吗？对，所以就会谈到避孕。我觉得这很棒。你会说溜的嘴吗？说溜什么？比如说，哎呀，同学啊，这你们当然像老师吼，我本身就说，应该是说如果没有做好避孕，就会像吴宗宪那样生四个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大姐，我们说得好哎，不见得是那个了解。我就说你的存在是很有价值的吧？为什么？你做错误的示范是一件好事。对，老师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那个是喜欢的，是自己喜欢。对，是，对，他是那台面下还有几个，我们就不晓得了。遇过拿美工刀架在同学脖子上威胁同学写作业的叛逆学生，拿美工刀你敢没下？好叛逆哦！我来请教。他其实是自己不想写作业，叫别人写，叫人家帮他写。结果呢？人家不写。然后因为那是快要上课的时候，然后一上课我就走进去，就他可能看到老师来了，就赶快收起来。那他一直本来就是班上那种大哥型的人物，他爸爸也蛮关心。那你会去体罚学生吗？现在是不是都很麻烦？现在不会。是不是凶学生，学生就叫家长来之类的？没凶过，所以不知道。那你遇到像那样的情形，他是以柔克刚，对对对，打太极。像那个我刚刚说大哥型的学生，他真的就是吃软不吃硬。我知道你是不是看一看到他拿那个刀子弄那个学生，然后你一看到就。我好失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老师好心疼啊！然后就一路跪着进去，我以为我教你们，你们都听得懂。老师，我以为你都了解。我辅佐大哥好多年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岁岁到永远。我辅佐大哥好多年，想当大哥就是这么难。开始吧。再来摆个 pose 啊！一二三，小薇，好好的老师哦，对，谢谢。哎，这边很难，好有气质哦。问题是他们谁是 show girl 啊？几个当中有一个是 show girl 呢，叫 combo 呢。show girl， 欢迎第四一位吴佳颖小姐。欢迎，24岁，160公分，45公斤。啊，这个不可能，这是学生吧？怎么会是老师？最刻苦的漂亮女老师，她在台风过后呢，常常要用接驳的方式上班，所以要走河床到那个学校上课，还要躲落石跟土石流。躲落石这么多啊？根本就007在上课嘛？真的呢？对不对？几十公斤 K 到头，那真的直接就见上帝了，好危险哦！因为下雨过后，那个山上会有土石流，然后石头就会掉落，然后我们边开车要。这样一边看，然后看那个石头有没有掉下来。欢迎第四一位吴佳颖小姐。欢迎，24岁，160公分，45公斤。啊，这个不可能，真的假的？学生吧？怎么会是老师？好可爱耶，可爱。这是学生吧？直接走个台步 ，Come some music。是学生吧？吴佳颖呢？他是。国小的英文老师教英文啊？哎，怎么怎么有可能的吧？有有有，就说老外有从外国回来的老师有没有？哎，要不要用英文跟大家问好？跟大家 say hello。Hello everybody， 好紧张。你骗人的吧？你不是英文老师吧 ？Everybody，Everybody。哎，他其实他仔细看有一点郑秀文的味道，有吗？可爱版的郑秀文。好好，小学在山上非常偏僻，请问。全校有几个学生？6个小朋友。啊？我是说全校不是全班呢。对啊。全班几个？1班3个。就两。你六个还要那么分成两班啊？然后老师比学生多。老师有比学生多吗？
有时候那个科任老师进去的时候会比学生多。其实很多地方有这样子的学校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班制是非常好的，你带学生是不是都变成带带薪？对啊，每个都太熟。对啊。山上很远吗？是什么地方？在南投鹿谷。那你很伟大哎，你每天都山上跑来跑去啊。对。那没有尾巴，那应该不是猴子。而且他很辛苦，他在台风过后呢，常常要用接驳的方式上班，所以要走河床到那个学校上课，还要躲落石跟土石流。躲落石怎么躲啊？根本就007在上课嘛，真的呢。会不会几十公斤 K 到头？那真的直接就见上帝了，好危险哦。因为下雨过后，那个山上会有土石流，然后石头就会掉落，然后我们边开车要边这样看。这样一边看，然后看那个石头有没有掉下来。学生气你，听说还气到躲到厕所哭啊？对啊，因为那个学生就是全校有名的坏学生，他上课会骂你脏话。哈？啊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么土、啊。还会把那个矿泉水倒到你头上。谁呀、啊？那怎么办？你怎么教化他？没有，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没办法控制他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情绪，跑到厕所去哭。很多老师都会被学生气哭，这是一个老师必经的过程。而且还有一个过程更可怕的学生竟然笑他胸部小。他们是跟你开玩笑？开玩笑的啦，但是他是真的觉得我胸部小。不是，那你个人的判定呢？就小而巧，小而好。我有你本人能证明吗？你洗澡的时候？不会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你觉得他们？对啊。你觉得他们存在吗？当然啦，而且还可以喂奶嘞。照镜子的时候，他们有瞪过你吗？你不要问那么多啦，牙签呢？牙签。好。因为他在山上教书，所以都会收到同学送他那个种的菜。好棒哦，很好吃吧？这个很有人情味啊。自己种的菜哦，因为我们如果在山上的话，老师会自己煮饭，然后家长小朋友就会送那个，好好玩哦，蔬菜给你。好，看着镜头来摆一个 pose， 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可爱，吴佳怡可爱啊！哎，来旁边休息一下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第五位施玉如老师，欢迎施玉如，23岁，165公分，45公斤。哎呦，好辣哦！天哪，直接走个台步了，我的妈咪呀！野宴型的这位是高中的物理老师，物理很难呢。天哪，这么狂野！哎呦，老师，漂亮哦，应该学生吧？嘿，老师，是学生吗？你教物理呀？怎么可能呢？宪哥先不好意思，我叫幼如。幼如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幼如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幼如的左手还有个刺青呢？对啊，真的。看一下呀，才23岁，还年轻。这你的名字幼吗？对，就是我的幼。这个字比较蛮像。你会不会中线的中？我觉得他刺青的举动还不够劲爆，他劲爆的是他曾经穿丁字裤上课。还被男同学拆穿，当场拆穿。怎么被拆穿的？他们是直接拆开来看。不用拆啊，不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嘛，然后我就这样背过来写黑板，就写一写，就把这一题解开，然后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就有同学这样问说：“老师，我有问题。”那我说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老师，你今天第一次回来上课吗？”然后我心里的反应是想说：“我怎么会这样？”就想说是不是刚刚被看到？然后后来又想说：“不对啊，因为我保护措施还做得蛮好的。”那你怎么就是他故意这样子问你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应该是逗趣的问吧。没有想到真的说中，对，所以这是我心虚的地方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爱哦，老师好活泼，有没有？还有人送情书给他，约他唱歌跳舞，是学生吗？学生还特别跟那个我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哥哥还是姐姐就借了证件，因为还没有18岁嘛。然后说老师，我们去哪里唱歌跳舞好不好？这样子，然后还很高兴的秀了他辛辛苦苦借到证件。哎呦，他是学生当中的那个眼中的麻辣老师，会穿迷你裙还有马靴，并且骑马去上课。太夸张了吧？他在山上教书会吧？穿马靴吗？对，就是像这样子的打扮。裙子再长一点点。在学校里面是不能这么短。谁说当老师不能打扮得漂亮？对，没有冲突吗？这个各位老师啊，我们这搞这个教育的，其实要让老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其实我觉得当老师要有魅力，吸引学生嘛。对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看每一个看起来就很糟老头啊，然后人家又不喜欢。反正就是中规中矩的同学，看到会怕。对。
哎，会模仿林志玲，用林志玲的声音帮学生打气。比如说我考得不好，老师啊，这一次又考很糟，对不起。信哥，好像哦，没关系，多看看志玲的书就可以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像哦，我身边学这么像啊？哎，很像哎哈。很像啊，你有刻意花时间学吗？还是没有啊？因为最近他曝光率太高了。老师，你会不会忘记我？我不会忘记你呢，对不起。这就不太像了，忘记学了。这个，因为那个广告已经过时了，对对对对，广告过时了。你可不可以再用他的声音再多讲一些啦？比如说叫同学好好上课。同学，如果物理不会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把志玲的书多看看就可以了。加油！哎呀，好耶，好耶！看志玲的书就好了。是是是。那老师目前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。那有没有交往过呢？那交往过男朋友？但是啊，当然有啊。有，但是后来二十三岁还年轻嘛。现在呢，这二十三岁，你看这个正值花样的年华。哎，有很多今天来的几乎都没有男朋友，只有二号在那里搞诡异，好吗？但是没关系，不管如何，搞不好这个哎，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那如意郎君都。有没有择偶的对象条件是？你说我比较喜欢哪一型吗？我比较喜欢。你干嘛学我？我比较喜欢那个哪一个？阿飞那一型的，阿飞黄立行或是陈振飞那一型的。就是、有点酷酷的，有点酷酷，然后也不一定要 A B C， 但最好是没有啊，就是国外回来的这样。然后有点忧郁的气息，忧郁，对对对，最好是帅中带点忧郁吗？他可以是老师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哦，不局限，不局限。I see, I know, come on. Not you, OK? All right. Oh yeah. 你很不 A B C 耶，吴宗宪又开始在幻想，幻想自己是个大帅哥，他也不常常照照那个镜子，哪有镜子塞得下他的头呢？ Oh my goodness， 到底他喜欢的男生会不会是我呢？我上上下下的心情就是忐忑、忐忑又忐忑。你爱我吗？好了，让他摆 pose 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摆一个 pose， 一二三。好漂亮哦！以上这五位漂亮女老师，哪一位同时也是兼职的修 girl 呢？广告过后马上为您揭晓。千变问答题考倒漂亮女老师。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白白。不能抢。小白加小白，大白。错。什么？小白加小白等于。好白痴哦，我的问题！观众朋友们，一起动脑想一想吧。千变问答题由主持人出脑筋急转弯题目，五位老师轮流作答，看看平时教书的老师能答对几题。到前面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！真的是老师哦。要问他们那个千变问答题问题到之后啊，请我们几位嘉宾朋友一起来选择一下啦，到底哪一位有可能曾经出现在展场的show girl呢？欢迎五位一起到我们前面。第一位发问，第一道问题：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？老虎、狮子、大象还是？不知道。正确答案：老虎。错。可以贴在墙上动物是海豹。为什么？好烂哦！你知道我本来想说老虎，因为壁虎嘛。那等一下我问你，绿豆是哪里人？嘉义人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没事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哎，你搞不清楚我干哪一行的？对呀，他是干主持的耶。哪两个英文字母放在一起会爆炸？不要讲。五有提示？没有提示。不知道。O 跟 K。为什么？你让他讲为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你要问我为什么 O 跟 K？ 为什么？OK， 蹦！心仪，你看，真的很多女老师，因为她很矜持，她死都不肯让人家笑她不会。哎，三号，我这位同学，请问，不要讲，水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很烂的一个题目。男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你问生物老师就错了。就错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水饺有包皮。好聪明哦！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好帅哦，好帅，好帅哦，我喜欢这样哦，好可爱。小白，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白白不能讲。小白加小白大白，错。什么？小白加小白等于小白兔。好白痴哦，我们的问题抗议啊！抗什么议啊？再来问一下，对老师都要赢过我了，这个对老师的行业有什么帮助？谁最喜欢帮助别人？谁最喜欢帮助别人？对，有一些选择吗？卡通人物谁最喜欢帮助别人？皮卡丘。错。为什么是皮卡丘？因为我刚好就听到皮卡丘的声音。有同学感冒啊！你在猜？哎，正确答案是小叮当。小叮当。他最喜欢伸出援手。反考我们的吗？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给大家一起来猜猜看，到底他们当中有哪一位曾经当过 shower girl？ 不好意思，我选择三号。是吗？抱歉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又觉得抱歉。他身材，他身材很好，然后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走的姿态啊，就是肢体语言都非常有自信啊，对，就好像有经验。了解，雅妍，你选？我觉得是二号，因为我觉得以身材比例来说，他身材比例最好，而且他长得很漂亮。哦，哎，也是二号。二号，为什么不选一号呢？因为一号看起来就不像，他看起来就是贵夫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四号又住山上，怎么住山上？山上，然后赶下来要修个老板拍谁了？又迟到了，花车回去啊！老师又迟到，花车资可能都比赚的钱多，真的是。嘿，终于五号来出头了。W H E， 你看手上有个刺青，他应该是就是 W H E R E， 是活泼的啊。因为感觉很会摆那个展示的那个 pose， 因为大家最后都是夜啊什么，他是那种对。这样吧，那种感觉，哎，可以来来，阿耀尔跟哦，我们可米小子要解散了，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耶，首战精彩呀！那为什么选25号呢？好，经猜测结果认为2号、3号跟5号可能性最高哦，究竟是哪一位呢？答案马上揭晓。究竟哪一位老师同时也是兼职的修 girl 呢？我们赶快回棚内看看答案揭晓吧。好，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真正的修 girl 呢？她当然，她是一个超魅力、超漂亮的女老师以外，她同时还一个修 girl 呢。我们一起来看正确解答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揭晓。请出列，谁到底是谁？请出列啊！哇，我们的修 girl 就是五号。真的还假的？连我都猜错哎！他是吗？我就说五号吧。对嘛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有照片可以给你看一下，他之前工作的照片，来，请看。施又如，他除了是一位高中老师之外，还是一位兼职的修 girl 哦。你瞧，他火辣的身材、性感的穿着，是不是非常劲爆呢？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学生对他的看法吧。老师上课的时候是很生动活泼，而且下课的时候也跟同学们打成一片。老师年轻又漂亮，然后我希望我以后能当个跟她一样漂亮的老师。老师很漂亮啊，是我梦中情人啊，我非常喜欢上她的课。我觉得老师的教学很特别，然后我吸收能力，就是他教的像吸收很好，然后还有就是对考很好啊。哇，真的呢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，哎，你以前还真的是在展场在卖那个 PDA 嘛，是吧？对。那现在还会去接 show girl 的 case 吗？假日的时候有机会就有。哦，你真的是很厉害。那你也不会担心让学校或者学生知道？不会啊，学生看到都会跑来跟我打招呼啊。哦，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蛮正面的一个。那个 show girl 她势必是一定要穿的比较少啊，清凉或干嘛，学生可以接受吗？学生都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是有练过身体？”因为很冷的时候还是要这样穿。我觉得他蛮好，就个性很大方。我们就是要现场啊，给我们大家示范一下，用 show girl 的方式来教学，好吧？请准备了。好，来 go。Hello， 欢迎现场所有的同学来上今天施老师要教大家什么？教大家物理课。但是呢，
今天呢上物理的时候呢，我们上物理呢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快过年了嘛，所以老师要祝大家呢新年快乐了。那红包在哪里呢？藏在老师的裙子里，裙子里头是的，这个红包要送给大家喽。怎么样啊？这个红包呢？只有红包袋而已哦。对，待会儿呢就要请大家呢发挥你们合唱团的力量。俗话说的好啊，这个团结团结就是力量。好，所以呢，待会儿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声回答老师的问题。今天老师问他的问题的是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。那第一运动定律呢，换句话说叫做惯性定律。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。要来跟我们同学说呢，今天如果我开车开，如果我看到吴宗宪跟康康，会选择撞谁？你会撞谁？好难选择，两个都好想撞哦。黑色的幽默。想一想，虽然这个可能两个答案都很像，但是一定要选出一位。宪哥好了，吴宗宪好了。好，想要选吴宗宪的请举手。好。哇，好多连我自己也要撞我自己哎！好来，康康的请举手来。哇，少一点呢、你可能人缘比较差。不是的，我还有机会撞丑啊。答案就是同学们要踩刹车好吗？所以呢，人不可以乱撞，生命呢是很可贵的，而且酒后不可以开车，这位同学。好可爱。所以说呢，要踩刹车，那踩刹车跟惯性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呢？踩刹车的时候人会往前。他不会往左边、往右边、往后面呢？这就是我们惯性的道理在了，就是跟你的惯性有关系。好的，那同学呢？这个红包呢？待会呢，我们就会在下课的时候再送给大家喽。掌声再鼓励一下！哎呦，好棒哦！真的好棒，真的。好想听哎！对啊，你看。他而且在说故事嘛，自己一个人出问题，自己回答，哇，好棒！又到了我们直播间，好，那么马上来给大家看看红包到底送给谁。好，现在问题就来了，我才不会忘记你呢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学校里面也是卧虎藏龙啊？这么多可爱美丽的老师啊，在教育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，代表我们的国家将来是有希望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老师，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来，一起到我们前面来接受我们大家的掌声啊！再次谢谢他们，也谢谢我们其中特别来宾来到我们前方的观众上座同志。谢谢，继续回答吧，我猜，Thank you so much。